张洋洋，你们的船在海上沉没，随着海浪你们漂流到一个荒岛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救救我吧。是一个荒岛上。哎，累死了。张洋洋，你把三个人的衣服挂到树上晾干。哎，这大海里衣服都湿透了。洋洋，把我们的衣服挂到树上晾干吧。对，我来给你取衣服啊。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这个今天早上没吃早饭，有点没劲儿哈。啊，这个岛好奇怪啊。哎，对啊，来把衣服给我。给。哎，其实我离树这么近，你们把衣服给我挂上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我站不住了。我怕你打我，怕你打我。哎呀，来，助你一臂之力啊。可以吗？来，把衣服挂好点啊。这儿经常下雨，别掉地上湿了。我们穿什么呢？我话都已经不错了，还找事儿是吧？快点，废话那么多。张洋洋，把衣服挂到另外一棵树上。洋洋，这棵树没有太阳，你看太阳都在那棵树上。哎，这棵树太小了。我们要阴干吗？我们要晒干。快，去啊！来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你们可以这样，我来帮你。我过去，你再扔给我好不好？因为路有点远，我有点累了。行啊。哎，来，衣服给你，你去挂上。好，尚文杰，在岛的另一侧有一个箱子，你和薇薇去把它打开。哎，那箱子是干嘛的呀？我们一起去打开看一下吧。说不定里面有吃的啊。呀，你走那么快，鞋好啊。我把箱子打开，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哈。好。哇，里面没吃的。哎，先拿出来吧，不管有什么。尚文杰，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网啊！哎，没有用，不要。这还是什么？那是一个吊床。尚文杰和张洋洋把吊床挂到树上。那赶紧把吊床挂到树上啊，洋洋。啊，那你让开点，我过来了啊。啊，你过来吧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太不小心了！你太不小心，怎么把手放这儿呢？真是的，小孩呢？玩呢？吊床？别玩了，快，把那个吊床吊到树上！哎呦我去！没事，那个这儿有一个钩子，那边也有个钩子，看见了吗？对，还有一个在哪啊？那棵树上啊！哎呦！来！不好意思。我今天记住你了，我这个手废的就是你的问题。哎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挂上了，挂上了。薇薇，你们三个现在非常的疲劳，想要休息一下，但是吊床只有一个，你们三个人要去抢这个吊床。哎，干嘛？咱们谁也不放谁，咱们抢这个吊床啊！谁？这样，我说一二三，我们开始好不好？你说一二三吗？啊，一二三，你来吧。好，来吧。尚文杰，你不小心哦！你先，我还没喊呢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哎。我想试一下而已嘛。你看啊，咱们两个都是男的。薇薇，你抢到了这张吊床，哎，但是你把吊床让给尚文杰睡。咱们两个都是男孩，就把这个床让给女孩吧。别，文杰来。哎呦，来，哎呀，我已经好累了，这我特别想睡觉。哎，还是上去吧。没事，我们一
步一步的帮助你步步为营啊。哎，有我的床，我就不相信我今天睡不着你。微微，箱子里边还有一个睡袋，你让张洋洋睡到睡袋里。太累了，箱子里还有个睡袋，我想让你睡到睡袋里。哎，不，你这个词是想过说出来的，还是编好的？我们导演都是即兴的。怎么这么顺呢？来，我帮你拿睡袋啊。好，这次我再掀箱子，你要是夹到我的手，我就不跟你跑了。哎呀，绝对不会。哎呀，没这力气了。洋洋，睡袋。微微，你帮助张洋洋睡到睡袋里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就让我来帮助你啊。好吧，那就。你踩到裤子了，他还夹我手了呢，来吧。哎，哟，这个睡袋好长，可能不够我睡的，先给你睡吧。其实这睡袋挺好的，又暖和。你说海风多冷啊？就是睡袋有点热呀，棉的。好，不会着凉，放松，没有，躺下睡吧。还没装完，你看没装完，你看。啊，哟，睡袋两边通的，通的，这凉快，因为太短了，你不是个儿高吗？躺下睡是吧？躺下吧，来，躺下了，然后呢，手放里，不然肩膀会受风的。好的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，大哥，哥哥，哎，算了，太重了。啊！怎么没有人来救我们？微微，你现在也找一个地方开始休息。哎，这是太……哎，那个谁绑的吊床啊？太害人了！张洋洋啊，是我们俩一块绑的，好不好？怎么就我一个人？哎呦！突然，荒岛上出现了三个土著人，你们赶快逃跑！抓起来！全都给我抓起来！放开！你们是谁？啊！都给我抓起来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土著人，把三个入侵者带到树下站成一排，过去，把他们给我带过去。走，我自己会，你别碰我。别动手动脚的啊，我们是很凶的，知道吗？下来，你抓下来。这样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你们说想怎么样？我们呢，每个队派一个人，然后从那个岛的这边，然后跑到这棵树上，谁要是跑得快，谁就赢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就放我们，好不好？比赛跑步是吧？对，没问题啊，行啊。好，你来，你来。不，我们一定要找个腿脚好的，我并没有腿脚啊。张洋洋，自告奋勇，第一个出赛。他吧，来吧，就你了，就你。对，你们要是赢了啊，就放你们走。但是你们要是输了啊，就全都得留这儿，听到没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啊，加油！我来数啊。啊，三，二，一。张洋洋获胜。好，这个小伙我看好了，要不留下来给我当苦力吧，啊，给你一个好的福利，怎么样？好的，哥。啊，这个你们再派个人来，跟我们这位比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是我来吧，那就。哎，不行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来，过来。好的。你是我的人了。来，你来。我来。啊，不用着急啊。准备好没有？好了。来，三，二，开始。死他等住！拉他！对，王子盖加油！
收你了，坐我的人吧。那现在就是五比一了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但是我今天还是不能放你们走，一个都不能走，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这个是专辑。专辑？对。啊？什么是专辑？这个恐怕有诈。有诈。有诈。这个里面都是歌。Music。音乐。给我们。不是，大家不要慌。文杰，看你了。啦。这就是歌是吗？这个真不是，你好好的。那这是什么？好好来，给他镇住他们。嗯。L'amour est un oiseau rebelle que nul ne peut s'apprivoiser, et c'est bien qu'on le rappelle que de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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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好，一马当当当。他这个歌我听出来了，你刚才那是什么呀？我刚才。你就不要问了，不要问。我这个 B-box 啊，这时候远处传来了轮船的声音。哎呀，轮船啊，轮船呀！对呀，我们在这早上困了，苦苦三十年啊！哎呀，可算可以回家了。哎呀，你们不是土著吗？我们是后来的土著啊，这岛送给你们了，我们走吧，走，上船了，我们上船了，你们自便啊，咱自便，走了。所有人向轮船挥手，呼救。嘿，牛姐。